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加嘉宾。第一位是 GMCC 万通贷款的 James Jin，James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另外一位 April 王，他是 GMCC 万通贷款的 Top Producer， 并且是 San Jose Branch 的 Manager。April， 非常欢迎你。Jin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对观众朋友还不知道 April 是谁的话，因为 April 你还没有上我们的节目 often enough， 那我们来请 James 来介绍一下 April 他的资历还有他的 background。 好的，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荣幸代表我们 GCC 万通贷款，也非常高兴我们介绍我们 April， 他是我们公司不仅是 top producer， 帮助我们很多消费者，不管疑难杂症啊、简单的 ECD 啊，特别是大额贷款，大家都知道大额贷款利息好，但是呢做起来相当还是有一些复杂嘛，所以说 April 也是非常强。然后我们很荣幸的 April 在业界已经很久了，他有很多不管的很多客户的话都非常喜欢他，做得很好，而且现在他也是我们荣幸有是我们 San Jose 的 Branch Manager， 所以说他也带了很多loan officer， 不管有没有经验，你如果一个好的 mortgage mentor 说非常重要嘛，你换跑道的时候从做 conforming 来，从做 high balance 变成做 jumbo non QM， 不管从 A plus 到 B 都需要学习，我是觉得好。那今天我要主要请 April 多介绍一下。 好的 April 作为一个资深的 top producer， 在一个现在是变化万千的 mortgage 的 industry 里面，你所属的一个公司，如果你有选的话，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当然是这个利率要 competitive， program 要多，不能说很单一，来了十个客人哈，五个就要拒之门外。那而且就是在任何的 market， 任何的 season 都有transaction production， 再有呢就是要 support 哈，production 多了没有强劲的 execution 也是成不了事的。OK， 所以这些是一个职业的人最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那真的是非常引以为傲的是 James 和他的 partner 们都是非常致力于不同的方向。那 James 所属的这一块呢，他就是不停地找最好的全美国最好的 investor 来拿到最好的 program， 来给 GMCC 万通贷款460多名以上的 agent来使用。 OK， 那请 April 来介绍一下现在有没有新的贷款的内容，还有现在的贷款的内容到底有包括哪一些精彩的 program。 对， 这次要跟大家 share 的实在是太多了哈，每次我上来都是有重大的大好消息跟小信息哈。我们这次的就是 Jumbo Program 在不同的 level 上面 ARM 啊 FIX 利率都更优惠了，条件更宽松了。我们这两天锁了一个 purchase 七年的 ARM purchase 锁了 1.875， 那三十年呢它也可以到 2.375 到 2.5。 那这些客人呢当然就是 FICO 是800分啊 40% down payment 能够锁到最低的利率，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有 slight difference， 也不是说相差太远这些利率呢也是不需要客人带进任何的deposit， 就是说存款进来，也明白，也不担心被 cross selling， 你要去买其他的 product， 就是或者参加他们其他的 program。还有我们的 investment， 就是最近这个投资率投资的利率更是 unbeatable， 条件很好的呢 rental purchase 可以做到2-2.125五年的 ARM， 真的是很低。对，但要求是要 35% 的 down pay， 需要是 jumbo 的 amount， 不能是 conforming 哈。那条件好的，所以 investment rate 在外比外面的这个 primary 还要好。那有个 realtor 开玩笑说，哎，那让我客人都来做 这个 rental program 来买屋好了，还可以用租金来 qualify。 其实这个思路很 creative 然后这个逻辑也很正确，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对这个 occupancy 方面还是很严肃的，还是要反映真实的用途。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 multifamily 跟 high balance investment 投资物的这个利率也是很优惠具体的利率呢我就不报了，就讲个例子就在上个周末有个 realtor 来寻求帮忙他的客人呢想就看好一个fourplex， 他很想买，但是问了一圈根据那个利率啊 point charge return 就很小，就反悔了
当我们 offer 了这个recall 以后呢，他就不停地问我说，哎，这个是真实的吗？真实的吗？因为他问了好几家的银行呢，和 broker 哈，都比我们高这个1%，而且还要付 point， 就是利率上高了1%，结果他对我们这个 rate 算出来的 cash flow 就很满意就毫不犹豫买下这个 fourplex， 对我们来说就是有这个超强的 program 去帮客人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心里还是非常 fulfilling 的。其实 April 碰到这种已经问了一圈找了一圈最后花落谁家花落你家的这种情况，其实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 he knows what he wants，然后他已经对不对，表示说内行人找到你，那就是你们的资源更好。对，其实跟大家说说不用找一圈，就直接找我们就好了。对，更省事，既然已经知道下次他肯定不会再找一圈了。最近在业界行间呢，经常听到说 True Jumbo Express，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work， 对消费者又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对Jumbo Express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 loan process 过程就更简单便捷化。那这些概念呢，就是说用 conforming 的审核条件来审批这个 Jumbo。然后呢就是这个用 Fannie Mae Freddie Mac 的 desktop approval， 通过统一的这个软件程式决定是不是 approval。那这个不仅整个 loan process 会加快，而且对就是收入啊 reserve 的要求低了不少。就像说tax return 通常要2年的，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finding 可以要1年有一些 trade line 不够啊 credit 不够的都可以拿到 approval。 那 reserve 就更神奇了，就是如果你两个 million 的 loan 就是如果你 get approval， 你可以3个月的 reserve， 而且可以完全用退休金。还有呢就是 non-occupant co-borrower for Jumbo，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工作收入，只要有人 co-sign， 虽然的 co-signer 呢已经有 primary 的自己有 primary， 而且就是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帮你买 primary， 就是说这个大多数银行是不允许的，而且这个 down pay 可以是赠款。好 ，April， 那这么宽松的条件呢、对于 loan amount 或者是 down pay 有没有特别的限制呢？你这个question 太好了。我刚讲的我们这些就是说program 的优化不仅仅是在利率 guideline 上面，在尺度上也加大了很多。那本来 Jumbo Express 只能到 1.5 的，现在可以到 3.5 个 million， 头款最低呢 10% 可以到2个 million， 就是你想象一下用 conforming 的 guideline 来审批 3.5 个 million 的 loan， 这个是真的是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非常感谢 April。 好的，观众朋友，如果要贷款请打个电话给 April 或者是 GMCC 万通贷款的其他的非常好的 loan consultant。 今天谢谢 April。 那么 James， 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最后15秒钟。好的，我想各种贷款loan offer 行业的话，如果大家换跑道的话，贷款顾问可以参加我们 weekly open house virtual 的哈，那麻烦你短信到650-996-1982。好的，非常感谢你。那 James， 我们再下次再相见喽。好 ，April， 希望很快的再看到你。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此全部结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乐，祝您晚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